八点几分了，我上班了。扛得住原相机，只有一个那个秘诀，好的化妆师，就是这样。我现在最近还眼睛挺有神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开心。这个拿下去，毕竟并没有给我钱。现在全身都是广告位啊，就是说全身招商，就是今天为什么要装法？今天就想装法，怎么了？哦，好拽啊！要拍给东西拍的给你们看，那不是得好看点？要不然你们又截我的表情包，因为我没看到。今天在群里截那些有的没的表情包，我好看的照片呢？别的女爱豆都是漂漂亮亮的，我一天就在地上摆摊，就徐姐飞踢，不愧是我。太过分了吧你们。这个发出去他们就觉得我要生气了，截掉截掉。如何显得我的颧骨脸不大呢？让我们看看什么叫了解自己。像我一样颧骨比较宽的女生其实不用遮挡，打开脸自然就小，放下脸大一半。这个小技能 get 到了吗？我这边的发际线是真的得补，但直发会不会特别的不自然？不会，但这种会很疼。好的，抱歉。你的衣服搭了吗？啊哈。是吗？放心。哇哦！看看，好。哎呀，好多衣服呀！我新衣服穿了。啊，这个就很适合你。我就是这辈子没有穿过这种衣服，但是今天这个头发就穿这件衣服就很少。太吊带吧，因为我这个全是，就是大家看到了吧，就是肌肉，就会有点 man。啊，好看！哎，这个好好看啊，这上镜拍出来也好看。啊，这个这个这个，哎呀，这样啊，这个包，我当时就看上了这个包配置。我在告诉心虚的你，身上还要出血，爱你是我失去理智，重新失去。穿这个，你看，这样露丝好看，可以了。要不要再加亮？亮亮亮亮亮亮亮。怎么样了啊？怎么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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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？